先给安慰，跟他沟通，让他觉得你不会害他，让放松那个警惕性。另外，你对他是就是这个温柔以待，然后就是让他是轻轻地放在架子上，让他给调理一个合适的姿势，趴着吧，让他舒服一点，不紧不松，然后还能趴住。他就会动，然后就不会来了。然后现在是每次一说来找李爷爷抹药药，哎，就可高兴。他自己愿意来，他很舒服，而且他躺在那儿一个小时吧，40分钟一动不动。你反正我就觉得他这几天吧，就觉得很可轻松似的那种感觉。你看他扎针吧，你看他在，他也不闹，也不闹，就。